朗朗的老婆吉娜最近总是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颜值高，身材好，和朗朗都是优秀的钢琴家，小夫妻还十分恩爱，一口东北话更是让人觉得亲切。网友们毫不掩饰对于吉娜的喜爱，当然也有人质疑吉娜的照片是精修 P 图的，随后就被吉娜参加活动的深图打脸。照片中吉娜的细腰再次引起网友们惊呼，直言这是蜂窝腰、蚂蚁腰，丝毫不输娱乐圈中的女明星，比如娱乐圈中以细腰著称的杨幂和张天爱。随后吉娜直接公布了腰围，更是惊呆了许多网友。吉娜的腰围只有56厘米。据悉此前雷佳音在节目中曾经测量过自己的头围，雷佳音的头围就有61厘米，网友们纷纷调侃称吉娜的腰竟然比雷佳音的头还小，不知道是应该为雷大头心酸，还是羡慕朗朗的运气太好能够娶到吉娜这样的人间芭比。